三连撞啊，三连撞。这家这么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仔啊。现在是晚上11点多，然后咱们刚下午啊，就是咱们要去接个小狗，然后去就是去往天津，有大概有500多公里吧。然后咱们现在连夜赶路啊，然后带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狗能值得咱连夜赶路，走吧。上车了啊。现在啊，到服务区了。现在凌晨4点啊。现在啊，凌晨6点多，到达目的地。这家所有人，该上班的上班了，该上学的上学了。真的是。吃个早餐啊！现在早上8点多。开了一路车了，这家。来吧，增加点营养。开吃吧。这家到别墅区了啊，然后到地方了，咱们去看看小狗。这是小豹子啊，在外边不习惯，然后主人对它特别好。行了行了，豹子没事啊，在车上还是有点不习惯，咱回去慢慢调养调养。哎，调养好了会更帅的啊。咱争取带给主人一个惊喜，行不行？然后回去帅帅的，多好！本来长得就那个精神，然后回去再更帅，哎。跟大皮子差不多啊。对，这是大皮子孩子啊。嗯，长得特别乖巧。行了行了，豹子没事啊，咱一会儿就习惯了，行不行？真的是，在主人家就是宝贝，然后咱们肯定会精心的去照顾它，然后赶紧恢复。行不行，豹子？回家了啊！上高速，上高速，三连撞啊，三连撞！这家这么多，好家了！前程无忧，下高速了啊！到家了。这家到镇上了啊，人特别多，然后豹子也特别听话，特别乖啊，一坑不带坑的。到家了啊，到家了，先吃个饭。到家了啊，到家了，豹子到家了啊。这家一路没晕车，他没晕车，我晕车了。咋的那样来呢？这胖子来。豹儿过来，猎豹，来，阿哥来，来，去这不方便了，后腿没劲儿，他暖了吧？来，点上来不是都见门了吗？要不见门了？就是因为后腿这样来让咱治疗了，争取10天吧，年前给他治疗好啊。还认识这个家吧，看看豹子还认不认识这个家啊？走吧，豹子。现在到家了啊，豹子一路没事啊，就是这个腿有点就是难受，然后他爹在那边，特别像大皮特。现在到家了啊，然后豹子这一路特别好，然后这一条，然后也是一条特别好的那个精品，就是后腿现在有点就是那个
不得劲儿，然后咱们要慢慢的去给它调理调理。然后还有就是这几天啊，咱们去会尽心尽力的去照顾豹子啊，大家放心就行了。咱们下期再见。